火炮羊刀杀人家。火炮是恐惧不到人啊，本来也恐惧不到人啊，我是个火炮。我看那神射手好像挺猛的，火炮羊刀杀人剑，你确定啊？确没确定？两火炮羊刀，你跟我在这拉面熊呢是不是？他有控制吗？他这怎么三人口上俩，没事，问题不大，关键是没钱。现在给装备给的有点少啊，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我准备好了，全买了，看看一会儿来啥啊，看看我们的天选之人下一波给什么。我腰带呢？拍个肚子吧，行。二打一打不过呀，费点劲。这不逼着我神射手呢吗？找着哥给我上。服什么星？服星？服星就是个屁！服星！服星得配三国。哇哦，差一个晋跟基姆。哎，这神射手配点什么？找着哥往前站点吧。
配斗士啊。重装，你确定是重装啊？你神射手重装里边能配上吗？锤石一个锤石，给个攻速吧，兄弟们。咱拿这魔抗着啊，有猪女儿，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阿卡丽，先给你来个大腰带，兄弟。锤石蛇女儿猫咪提姆维恩金克斯猪妹儿三叶幽两秘术两名咒三射手两重装天选射手八人口上进火莉莉亚六个神射手不挺好的吗？哎呦我操这维恩也太猛了神射手前排上个锤石就行了应该前排先整个锤石600虚区太猛了啊那就是包女儿扎的包女儿一镖给他们都扎死了没事只要亚索前排顶得住我们就无敌呀怎么死的这呀我的包女为什么扎歪了呀人家包女啪嚓一个扎给我们扎死了我们家包女一扎没扎着人真垃圾呀回音升级上个老母军上个锤石蛇女儿猫咪提姆金克斯猪妹儿上马我不就被那个六个射手给抬走了吗呀给了个吉姆只要前排顶得住我们就不会拉库咱差个劲养艾希艾希可不是神射手啊
其实现在上个分局也行。哎，这神射手杀后排太快了，他这个弹射，完了，我跟你们说，我又发掘了一个特别狠的阵容啊，这神射手有点无敌了，还得是这游侠现在。积木来了，积木把盖伦换了吧。算了，金克斯下来吧，积木不比金克斯猛啊。前排不好整，嗯，前排就老母狙配锤石呗，就完了呗。哎呦我操，这两个三星咱打个屁呀，这肯定是干不过了，这是，我这都差点干过他，真的，他这夜神俩三星我差点给他干过了，你想想吧。嗯，我拿你一个，这个小王八犊子，看着没，要的时候没有，哎，不要的时候瞎给你往出上，你说你恶不恶心，你就是恶不恶心吧，恶不恶心，到底恶不恶心，讨不讨厌。我生了，哎呀，转了，不转，转个屁，转不转。哎，这波我的维恩可是没了呀，有点怕刺客啊，也不怕，他没打过。我拿个狼人，我来拿个狼人，好多女神之泪啊，我要这猴，还有没有吧？哎呀，我已无所谓。Oh my baby， 升级。狼人应该按龙爪的，拿剑魔，为什么要拿剑魔呀？
当我狼人上的那一刻你就输了。我狼人怎么的？我狼人我发现这维恩得站脚啊，这维恩不站脚不行啊。你俩打他一个应该没啥问题吧，你还带致盲呢。积木给我单挑他，不就一个猩红之月尬聊吗？他多什么？他有什么好多的？他算个什么东西啊？换天选不换了，没啥好换的了，这神射手就这么地儿，就包女儿就上了得了。你别告我打不过野怪就行，大剑。我操，我这猴无敌了，我再来狂徒，这猴直接起飞了。狼人，我过不去的痛。给个老母狙吧。狼人给我起飞，狼人这回总能咬出来了吧，这回要再起飞不了直接卖啊，给我挠。漂亮，狼人狼人下一波，哎不对，狼人换个幽弥，没有天神没关系，要不要天神其实已经无所谓了，狼人已经无敌了，确实是。完了，狼人倒了，哭腔，狼人倒了，没关系，狼人虽然你倒了，但是俺们家队友早着哥还在呢。包女天选很拉胯，包女不是为了天选，包女儿主要是为了能有一个这个羁绊，没有关键，没有别的天选了呀，你说是还有啥能厉害点劲呢？哎无所谓了，这真的我觉得差不多了，你要给他换了那没有六个神射手了呢，还我现在差个老母狙，谁给了个盾？锤石吗？哎，这神射手伤害是真猛，我跟你们说，这神射手的虚区是真的高。给我拿个腰带，哎呀非得不给，你说没办法了，那我就只能勉为其难的拿个别的了。
不给腰带的话，没啥要的呀，这拿个黄鸡吧。锤石老母驹，幽咪。哎，我给你配个枭雄啊，好像没啥用啊，这枭雄。算了吧，我还是给你配个猴吧，这狼人赶紧滚蛋得了。我操！我锤石一秒就没了，我锤石，我的锤石！拉巴。上质量，上个老母驹，那老母驹不挺爱来的吗？要我说直接咱就生了得了。这老母驹这回咋不爱来了呢？时机到了，来了。刚宗今天好像很饿。来了，老母驹。把老头下了，上个幽弥，哎，就 OK 了。呀，这波的猩红之月还挺猛。我们这站位稍微得搞一搞，我看看啊，怎么搞一搞站位呢？积木放右下角，包女放左下角，枣子哥走这儿，老母驹站右边，左边扛着幽咪站旁边，中间放个金，中间放个金克斯，就这么地儿了，已经成型了。一会儿这波鸟再给我报个。先抱一个大腰带，再抱一个小攻速。来，大剑，大剑也不是不能接受。先给老母驹上个狂徒，老母驹已经无敌了。这前排这小装备，反甲狂徒加龙爪。你看看行不行？不要诱惑一条毒蛇。莉莉亚也行，就是。我会用这个。呀，这傻逼了，这傻逼了！我看看这阵容行不行啊？给无尽吧。看到底是四个厉害还是六个厉害？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两秘术，两重装，两灵魂莲华明咒，两灵魂啊，四灵魂莲华夜幽。四神射手，如果不想这四个夜幽，两夜幽，可以把蛇女儿跟莉莉亚换成金克斯跟进。
看来还得六神射手啊，四个神射手也干不过六个呀。这也干不过呀。这也不行事儿啊，这还得是六个呢，你看见没有？你说去哪儿？嗯，人家二星进，二星进咋的了？我这还老母狙呢。这平时这老母狙呀、啊，那不要啊，那夸夸往我脸上冲啊，那老母狙一整给我整三头，啊，现在想要一头也没有。动，猛的很呐、啊，六个猛，六个猛，六个猛，我跟你们说，六个的猛，整个福星啊。啊，整个福星啊！我给上个人口整个福星。没啥要的呀。来个暴击进夫吧。当当当当吧，哎，刚才要小猫好了，给谁呢？想一想啊，给进，给吉姆，我决定给吉姆，你们觉得行不行？福星其实没啥用，赶紧把枣子哥给他递到三，别在那扯犊子了，行不行？还福星呢，福什么星？给猫啊，那猫有用吗？给啥包女？不给包女，给积木啊。我这射手跟这个，我跟这个，这叫什么？我跟这猩红之月硬干，他都没干过我。猩红之月硬干，他都没干过。拿进夫干啥呀？为人太靠前了，往后点呢。这轮要输了就赖你啊！这轮要是碰上刺客，把我为人给我扎死了，我跟你说就赖你。老母狙给我动！到现在老母狙还是一星，有没有搞错？母狙上哪去了都？应观众要求，咱不行来个福星，我还真没见过这福星。升级拿福星，升到九级得要70多块钱，我操，70多块。看看人家的狼人，不行，我换个位置。这火炮给谁？
药毛复兴现在差钱吗？那不得让你看看这复兴的效果吗？那不得让你复兴一下吗？变成一个小复兴。金克斯，好的，换点位置。其实包女应该站旁边，包女站中间。我操，这沼泽哥连动都不动一下，硬干。找猪妹赶紧的，我不，我又没开预言，我不，我就找个福星，我就得让这些兄弟看一看这福星到底长什么样，我得让你看个福星。我操，三星阿卡丽，这不对劲儿啊，这不对劲儿。这不对劲儿了，动！哦哦哦哦哦哦哦！哇，四星塞拉斯！哎呦我操！吓我一跳！多少血？哎，他怎么会塞拉斯生事了呢？啊，不对，不是这家，这家。啊，塞拉斯满装备了，这样是不对的啊、哦！他应该让这个越南生事的。希望不要碰到三星阿卡丽呀、啊，碰到了咱也没办法，凑合玩吧。动！我操，卡特！这卡特有点舒服啊，哎呀，老母驹，拿个老母驹吧，拿什么老母驹，拿劲呢，38滴血，没事，我顶得住。换个位置啊！你说去哪？呀，这福星不应该卖的，这一会儿能上了这福星。这就是比伤害呗，这就是。哎呦我操！这就是比谁后排虚虚高了，你看吗？比伤害。来了老母驹，终于来了老母驹，升了。哎呦我操，80块钱，上个福星，祝福你，祝福你有一个好心情。世界名画。你说去哪？
这家伙，一个，两个，三个。哎呀，可把那卡特杀了！哇，这波沼泽哥抽神了！啊！被砸死了！哎呦，沼泽哥让人扎死了！福星呢？啊，没打赢，我说的嘛，没打赢，哪能还能有福星呢？我们福星运气好，地牌打野怪地牌呗，这好理解呀，兄弟呀。哎呦，我操！闻到的是恐惧吗？游戏时间到喽！冲散他们！没东西上了，尽力了。没东西可上了，尽力了，这么地儿。阿卡丽会不会两下把我没人杀了呀？哎呀，这怎么不没了吗？这不行，我打不过他，他有俩刺客，两下我就没，你知道吧？他这有俩刺客，一个阿卡丽。他这阿卡丽装备还贼好，他这阿卡丽装备一个蓝 buff 加个科技枪，还他妈升个三，两下把我没人给我杀。不是咱好理解，我以为我打那家呢。我寻上一波我已经打他们家了，应该就不能再打了，我寻打这家了呢。可惜了，这有点可惜了。这把确实是。